过程。对对。偶尔一两个突破还是会有，就是突破你不要蔓延太厉害了。所以原则上把十连制做好，你知道，十连制做好，那一两个突破就是。还可以忍受的。那它发大的部分还会有什么口罩之类的新管制？我跟你讲哦，大概现阶段我是主张十连制严格一点，十连制。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偶尔一两个突破还是会有，就是突破你不要蔓延太厉害了。所以原则上把十连制做好，你知道，十连制做好，那一两个突破就是还可以忍受，因为这样的哦。你现在还在拉高防护层级，基本上我也不太赞成了，因为很清楚奥密克戎它的杀伤力并不大。像八大有可能先打疫苗吗？因为现在有医生在提议说，因为八大跟前三类他们提早，他们施打的时间比较久，他们的防疫力比较低，有可能第三季他们先打。那所以老实讲，一开始在开放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还是要排 priority 的，一开始是三个先优先嘛，机场、防疫旅馆跟医院。那现在如果这样的话，就变成再就要，也许就要照射打的，包括那个社工了，甚至有时候游民，有时候游民很麻烦的。应该说你为什么打正常人都还没打就打游民？那很简单的，因为游民没办法控制的，所以也许社工、游民或者八大，这个我们会在下个礼拜再处理。不过我们现在还是先把这三个先打完。郝龙斌市长有提到，这接下来有可能有所谓的蓝白合这件事情，那未来有可能。蓝白合，譬如说蒋万安当市长，黄珊珊继续当副市长之类的这种情况，我是很诚恳的建议蓝绿合、这个比较切，而且他们有实际的合作经验，应该会合作得很好。市长，这样你们白会被夹杀掉，蓝绿合我们会一个就单独打败了蓝绿合。坦白讲你问我的话来的我在台北市议会看到是蓝绿合他们不是在副议会复议的时候，国民党跟民进党紧密的合作在一起，所以是这样的这什么什么合什么合，你知道常常太过于权谋所以我都觉得那个没有什么必要。但是台北市民我们要开始在跟台湾人民讲说，我们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每一个位置，你知道 position 我们要思考的是谁来做比较好而不是谁来做，但谁比较选得上，这才是这个我们要去。再去思考改变，你问的话，我就台北市长黄大州做最好，在我看前面的。问题是他当时遇到赵少康跟陈水扁，根本就选不上来。可是你二十年后来看，我一个实际当过台北市长，去看前面的所作所为，我觉得黄大州做最好，可是问题是选不上来。那就是我们台湾人民要去思考的，政治应该是思考说谁去做最好，而不是选择老是在做这种权谋论。所以是这样的你在讲蓝白合，我是很诚恳的建议蓝绿合这个比较切，而且他们有实际的合作经验，应该会合作得很好。市长，这样你们白会被夹杀掉，蓝绿合我们会一个就单独打败的蓝绿合。